是王博宇让我来的。他说你是唯一能帮上我的人。帮你打人啊？是帮我打人。王博宇说这个事情对你而言就是小菜一碟。王博宇，你怎么不找王博宇帮你？哎，王博宇不是没你优秀吗？你看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诚意，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口粮。要不咱来细聊一下？Thank you.